笑，大仙不闹。么么哒。二楼请求打野，坑了变帅。我懂了，你好坏呀，这个人，快扶住我。坑了就是大帅哥，我懂了。你不在治疗吗？你在晕眩？我们这个阵容保我不死，你带手治疗好吗？相信我。好的好的，我们拦开，然后我拦开，然后直接往下刷，这两个小野不要，直接刷下路好吗？张飞听懂我意思了吗？张飞打开语音。大晚上睡觉吧。那你听我讲话好不好？吹他吹他就吹他，兄弟，太真实了吧，这个人头一直拿。哼，两个人救救我，我在疯狂往上跑，兄弟，可以打可以打，这个中路是那个好像我喜欢的一个人。告诉我你最爱的人是谁？最爱贤贤了，是你吗宝贝？我也爱你宝贝。为什么不直播贤贤？不告诉你哟。宝贝，你好恶心！我跟你学的呀。虽然说花木兰是个版本之子，打谁都得叫爸爸，但是你为什么要选他呢？但是我可是跟你学的花木兰。那我觉得你可以把上路打爆，我就不用去上路了吧？救救我！你出事了吗？跑不掉了呀，这个连控我真的是醉了，从头连到尾根本活不了，是吗？嗯，等我找个机会。你好像这个机会找的还不错，这一刀再一刀可以，兄弟有点东西。哎，你这木兰可以的呀。哎，小心小心，橘子橘子橘子啊，可以啊，你这个操作是有点东西的呀。没有，我觉得你这一波已经发挥了我200%的实力了。你的花木兰比我厉害一点。真的吗？天天。是的呢。我们是不是可以拿主宰了？搞波主宰，搞波主宰。算了吧，我觉得李白在，我也有点怕了。我感觉要被抢啊！你啊？相信我。我的成。我的成绩有点问题。